哎，明天上班很晚，明天下午才上班。对啊，今天可以玩时间久一点。没有固定时间啊，可以放心玩啊。Yeah.
Yeah.
怎么了？好的好的好的，晚安晚安。你什么时候睡啊？嗯，一会儿，等一会儿就睡了。等一会儿是等多久？嗯，再玩两盘吧，大概玩两盘。你这是你在喝谁打呀？这个是，你不认识，就是一个人族。你要困的话，你先睡觉吧。Thank you.
your forces are under attack. Yeah.
女神团申请过某一。不是睡觉了吗？其实我也有点累了，不想打了。你不睡的。这是不是我们女生还是那么玩你说什么？没听清楚。我说，是不是我们女生还？申请过某一。这个我倒不是很清楚，是不是我玩葫芦之前，很久之前了吧？不是啊，就是。我只知道女生团不愿意和某一打。好的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，早一点休息。明天没有，明天上班了，明天玩不了。我就陪你们聊一会，聊一会我就关了，就关直播了。明天什么问题？什么问题？来我厂里找我，你知道我在哪里吗？看视频，可以，整理一下发型，整理一下发型。你总是放建筑后没放下去，你就不管了。哦，这个我倒没太注意。就得先切平。抽根烟压下惊，抽根烟。怎么开不了？这个，诶，怎么开不了？好了，擦，是因为被挡住了，或者钱用掉了，是这个应该避免不了，但是你说好像是经常这样嘛，经常这样的话，确实要改。
看了吗？我感觉我最近瘦了，最近吃饭没什么胃口。唱歌不行啊，唱歌不是我强项啊，不行。不唱，我唱歌唱完歌，半条命都没了。上次唱歌还是喝了点酒，然后才能唱，不能唱。线下赛是杭州那次线下赛吗？我好像只去过那一次。比赛的话，以后吧，以后如果时间允许的话，我就参加，好吧？时间允许我就参加。现在我不想打那个比赛，主要有很多原因，一个原因是那个他们比赛周期太长了。你看他们办一个比赛嘛，这一个比赛能打个把月。我而且我上班时间太乱了，它不是固定的休息时间啊，而且时间拖久了，我就不想打。以后有机会我就参加，好吧？参加打给你们看。小鱼儿害羞，小鱼儿比我还害羞。杭州线下赛第二名，对，好像是12年吧，12年的时候吧，杭州。其实，唉，不说，说多了，我自己都难受，唉。第一名是疯了，小鱼儿是谁？小鱼儿疯不了啊！小人鱼，我是那个脑子不太好用，你知道吧？我脑子不太好。不是杭州人，那是因为那次线下赛在杭州办的嘛，然后去参加了。线下赛好像我只就是那种比较大的比赛，我只去过2次，一次就是一零年那个 WCG，然后小组赛就被淘汰了。我就是从那个时候认识小小马的。一零年我就认识小小马，我跟他见过面，以前就是打那个比赛见过面嘛。看我抽烟的样子，其实我一直都想抽烟，但是我有点不好意思。小人鱼的故事，小人鱼的故事，好像记得。没有，我感觉我智商不高，就像我平时啊，感觉非常就是那种粗心大意一样，然后经常做错事，就是事情做不好。和小小马发生过关系吗？这个没有。反正其实挺谢谢你们的，就是
基本上都是老面孔啊，嗯，每次开直播都是你们这些人，然后我感觉大家人都挺好的。谢谢雪碧，谢谢霸气车了，谢谢。什么跟马发生过关系啊？这好多语言，好多语言，谢谢霸气车头。其实我就陪大家聊聊天，也不用送礼物，真的就陪你们聊聊天。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说，因为我不是那种会聊天的，如果让我在这里说什么，我自己不知道说。小人鱼玩红图挺好的，我在安徽，直播应该不打了吧？我看看玩了多久了，今天快六个小时了，今天玩了六个小时了，其实挺累的，一停下来就不想打了，不想动了。是啊，我的体重，体重一半都是你砸的。在这里坐一会，其实也还好，也不累。主要是打星际的话，其实蛮消耗那个精神的。安徽料理，安徽有什么好吃的？我们这里比较稍微比较有一点名气的，就是那个豆腐，吃豆腐，然后就是还有那个牛肉汤，好像也没什么别的。680公斤啊，680千克，千克就是公斤嘛，68万是吧？这，100万才一吨啊，100万才一吨。咸鱼豆腐，我今天还吃了咸鱼，今天。板面不是好多地方都有吗？他说什么什么，好像那个板面都是他那个牌子上面都写的什么正宗河南板面嘛，好像是河南那边嘛。哦，臭鳜鱼，对，臭鳜鱼我也喜欢吃，臭鳜鱼挺好吃的。咸鱼太咸的话就不好吃了吧。平时有时间，但是不喜欢出去玩，我比较宅。我在家，我就是除了上班，在家里就是想玩游戏啊，基本上就是在家玩游戏，然后除了玩游戏就是睡觉。以前还出去锻炼，现在都懒了，动都不想动。放牛，这想玩游戏啊，基本上就是在家玩游戏。然后除了玩游戏就是睡觉，以前还出去锻炼，现在都懒了，动都不想动。放牛，这不出去。以前喜欢喝酒，现在酒也不怎么喜欢喝了。然后好像挺简单的，没有什么事情做。这，不出去，真不出去。是很宅，是宅男。影子鱼也来了，影子鱼。
不是不是，引子鱼，引子鱼，人其实挺好的，没有挑食，只是都彼此都熟悉了以后，就是比较放得开嘛，然后就是那种风格嘛，其实没有恶意的。引子鱼其实就是反正星际圈嘛，星际圈那些经常玩星际的那些人啊，基本上都可能就是聊的不太多，但是其实感觉都是蛮熟悉的，因为打星际都这么多年了。上海到合肥还是蛮近的，不算太远。这应承博说话那个很有内涵，很有内涵。我不是那种比赛型的，我自己感觉我不是比赛型的，因为我心态很差的，特别是以前我打比赛哦，我感觉放不开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感觉压力很大。现在可能稍微好一点，和战魂几开，这个不知道，就是。很少有一起在打，对对对，疯子和战魂，在国内的话还是那个地位还是蛮高的。我在傻笑啊。林飞鹏是谁啊？我和满星际的哪些选手关系比较好？我和玩星际的基本上都是线上的，因为我这边本地线下的基本上没有，然后都是线上的，线上关系好的基本上都在那个 PS 战队，成都那边的吧，成都那边的关系比较好一点的，AP 关系比较好，然后还有那个 SR。还有胡老师，反正这些人可能你们都不认识吧。边打边开摄像头，那不太好，因为抽烟抽得太厉害了，而且开着摄像头打星际感觉很别扭，容易分神。影子鱼给你房管。听说有个游戏主播找了女粉丝做女朋友，这个也很正常吧？这个很正常。AP 多大 ？AP 是92年的吧？好像是92年，我记不清了，反正他是90后，比我小得多。这什么？你为什么禁言啊？怎么？怎么一给你麻烦你就禁言别人啊？这你给人家解封好不好？人家又没说什么，给人家解封啊。跟那是。
好像是的。这你把人家解封啊？我来看一下，我去解封啊。显老，我本来就很老啊，跟那还在，现在还隐隐作疼，你开玩笑啊？做什么工作？在电厂，电厂很苦逼的，你们应该都知道。我怎么解封不了啊？找不到他的名单。他是谁啊？那个解冻是谁啊？火电，是火电。打架？没有，这没有的事啊，没有的事，没有的事。你猜一下会不会？怎么认识的？就是玩那个红图的时候认识的，玩红图。为什么叫迷糊？其实这个名字是别人起的，但是我觉得其实挺像我的，我本身就很迷糊，就是那种不是玩游戏啊，就是平时生活中啊，感觉自己很迷糊，就有点那种粗心大意，感觉脑子少根筋。该怎么他进来说我？说他怕我被欺负？这，对啊，不可能打架的，不可能打架的。其实我现在打星际啊，就我的那个怎么说呢？要求很低，就是没事的时候玩一下，然后能进步一点就好了。小人鱼比较了解我。当年为什么去参军？因为当年怎么说呢？不好好读书嘛。当年。别人在读书，我就在天天在家里打星际啊。然后去参军也是家里人安排的。其实我不想去，我那时候蛮想打职业的，但是我家里人不让我去。然后就去当兵嘛，当了2年。
喝完酒之后，确实手速会提高，但是感觉就是脑子会比较乱，因为你喝酒喝迷糊了以后，脑子是比较乱的，但是就是有那股酒劲嘛，有那股酒劲，但是你感觉手速会提高，但是意识比较差，意识会比较模糊。安徽人。职业对，职业确实前途不太好。除了，星际在中国好像是不太受欢迎啊。打职业的话，确实没什么太好的前途。但是那时候就是纯粹是爱好，确实喜欢玩。是安徽的，我是淮南的，你是芜湖的。我在盯着电脑屏幕，是，怎么了？妹海姐，350呢？有的事情讲不好，如果说不去参军的话，去打职业，可能我现在变化也蛮大的，跟现在肯定不一样，不是说心理水平不一样，就是感觉整个人都会不一样的。电视直播比赛，这个好像没有，星际有电视直播的吗？一般都是网络直播吧。这把我枪被黑了，我记得霸王枪不是那个湖南的吗？我以前参军的时候，我在湖南衡阳嘛，有一那个周末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天天周末，周末可以请假出去嘛，我每次就出去，然后去网吧打星际，然后有一次在一个网吧里边，我正在打呢，然后后面有个人在那看。他说什么什么什么网吧就在这附近，然后霸王枪在那里嘛。我说这么巧这么巧，但是我没有去，因为时间太短了，我出来只能出来几个小时。哎，游戏风云上的星际直播没有，他们那个时候的那个很早了，那个时候很早，我基本上那个时候怎么说呢，还是很菜的菜鸟。对啊，湖南那边有好多打星际的。但我现在打职业难道还……如果说打职业，但我也不知道打职业会能不能打好，真的这个东西想是没有用的，只有真正去做了以后才知道。对啊，我是在衡阳啊，然后退伍的时候，我们去还去那南岳爬山了。我那时候还未成年呢，他们打，就是我那时候也看他们直播比赛，就是那很老很老的时候了。超神我认识啊，超神就是超越战队的。以前一个战队的，没有，教主很小的，教主比我小多了。
情感主播，我自己的情感都解决不了，我还做情感主播啊？霸王枪每天都在打，我不知道，反正，那些老玩家我现在都不知道他们，我就好多群都退了，以前新进群蛮多的，现在都退了。不唱歌，真的不会唱歌，谁会唱歌谁来 YY 唱吧，我是真不会唱。照片。他是小我3岁，但是你想一想，教主都十几岁的时候就夺冠了呀，他那种能力那种天赋，真的好像找不出第二个。教主是那种少年老成型的，你看他的外表，你绝对想不到他这么年轻啊，特别是他那个十几岁的时候就夺冠了。有照片啊，有照片，但是我不发啊。好吧，就今天就聊到这里吧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然后明天可能会玩的话，玩的话也很晚，估计明天就不用看了，然后后天吧，后天了吧。对，我也觉得教主没有第二个，不发了，有什么好看的？真的，我电脑上没有啊，发不了，不好意思，我电脑上没有，电脑上没有，我只有手机有，发不了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如果能变成那种，放得开的话，其实也挺好的。多聊天其实也挺好的。我先关直播了，关直播了。大家可以看个电影啊，或者是看看别人的直播，然后休息休息，然后睡觉吧。今天其实。本来今天其实可以玩很久了，但是感觉好像有点累，不想玩了。哎，什么众筹啊？不，等以后有机会我给你们看吧，好吧？好，以后直播的话，我多和你们聊聊天，多和你们聊聊天。大家再见啊，再见。